为什么离婚？他出轨。我没有。哪天喝多了？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朋友。普通朋友。昨天晚上他还给你打电话，我说让你俩断绝关系。你不能让我连个朋友都没有吧？自从和你结婚，除了张琳，你看我还跟谁联系？你这哪是我老婆呀，简直就是一块绝缘胶布啊！行了行了，别吵了。这过日子呀，本来就是个糊涂账，糊涂着也就过去了。可你们非得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一弄清楚就得离。你们得学会包容。结婚证、身份证拿来。早准备好了是吧？结果，抢小偷，抢劫，拉变态。过去你来真的。不离婚行吗？我真没干坏事，我有我的人格发誓。别跟我提人格，都成附属的东西了，没价值。别在大街上丢人现眼行吗？哎，有什么事回家好好说。你身份证呢？扔了。还记得从前吗？我永远喜欢从前那个何西。说说吧，怎么回事啊？还不是何西，非得跟我离婚。我只不过那天喝高了，跟朴真慧牵了牵手，被他发现，嘿，这就给我逼的呀，刑讯逼供。哎，女人嘛，典型的脑补，全凭想象力给我定罪。哎，你跟那个朴真慧啥关系啊？准确的说哈，蓝颜知己。比朋友更近一点，比亲人再远一点。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关系就是感情雷区，尤其涉外情感，也叫感情特区。你就是喜欢他，又不愿意毁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点那意思，但这也不能全怪我。现在的何其嘴里往外蹦的关键词儿就是房子、车子、票子、衣服、化妆品。朴真慧不一样，我是真拿他当知己，什么事儿跟他一说，心里就痛快。别纠结了，我先你一步。怎么了？离婚了。啊？彩娟也变了，以前那个爱说爱唱爱跳舞的女孩再也找不着了，生活啊，跟一滩死水似的。你们这速度，闪婚没赶上，赶上闪离了。一开始他不愿意离，说离婚可以，我们不光把家产 AA 制分割了，把感情也要做一个了断，也得 AA。有点绕。就是要办个离婚仪式，到当初定情的地方。对感情也要做一个分割。我曾经给他买过些什么，他都买来还给我。他跟我说过什么话，我都说回给他听。啊，就相当于旅行离婚吧。旅行离婚。旅行离婚。真离了。总得有个原因吧。你也知道张琳那个人。跟个小孩似的。前段时间把工作辞了，说要组乐队，还说要去流浪，说他文艺青年吧，有时候真挺二的，满脑子不靠谱，自尊心还比谁都强。我经济压力大，他心理负担重。
吵了几次也没个结果，最后就离了。娟儿，别难过啊。不难过，我想开了，两个人过日子啊，得相互理解，与其拧巴着过，还不如早点解脱。可是，你们怎么想到旅行离婚的？我就是想去我们恋爱的地方走走，有些事儿记不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赵琳到底爱没爱过我。我就是想找找回忆。如果他爱过我，离婚也死心了；如果没爱过，这些年算我白活了。不过就是一临终关怀，该离了，就算给他个安慰吧。你这哪像离了婚的人啊？离婚就得有个离婚的样子。来，没事给哥哭一个。有嘛好哭的？我这是离婚一身轻。哎，我跟你说，这能在一块儿千万别离，不能在一块儿也千万别凑合。哥们儿就这话，你看着办吧。咱俩不一样，你是野马，天生叛逆，哥们儿就是一毛驴，能挨打能干活。咱俩是马走千里，驴战磨盘。得，哥们儿的好日子来了。你呀，熬着吧。张琳和蔡娟离了。知道。他们是因为互相不信任。我们呢？何必明知故问？因为不信任。别避重就轻。想让我信任，就得有诚意。该离婚了，还是实话实说吧。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都重复了100遍的问题了。接呀！啊？接呀！啊？没听见。你忙什么呢？啊，准备睡了。有事吗？没事，就是想你了，问候我一下。啊，我挺好的，那没什么事儿，就早点休息，挂了啊。别太累了，保重身体。哎，挂了啊。哼，今天打了3个，实话跟你说吧，我曾经去找过朴振辉。他说喜欢你。我不喜欢他呀。那还不断绝交往？他是我朋友。你不觉得你跟一条狗一样吗？一直追咬自己的尾巴，不管一开始说什么，最终都会回到他是我朋友这句话。真可笑。这颗炸弹在我身边埋了2年多，等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引爆了。就算它是炸弹，我也没火，点不着。可它是全自动的。我想旅行离婚，回咱们学校做一个仪式，怎么样？不，明天去民政局。那咱就耗着。耍赖？没有，我就是想给咱们的感情做一个像样的总结。明天再说。
快到了，还记得当年的一号楼学生公寓吗？何奇，吃早点了。叫魂啦！我们何奇说了，今天早上要吃酸的。怀孕了？怀什么孕呢？怀春了。听说你跟体育系一个浑身是毛的大猩猩恋爱了，我得给张琳打个小报告去。呸！瞎说。韩心。几间房？两间。一间房。两间。我们俩两口子多了浪费，订个房都这么大分歧。要不谁跑这儿离婚？离婚？我们这儿可不办离婚手续，是假离婚吧？买二套房。别逗了，你看他长那样，把他卖了也买不起一套房，还二套房。别啰嗦，两间房。总共400，押金200。各交各的。住一块儿都不行了，我以为这次你闹着玩呢，没想到你来真的。我不求着你了啊，每次都是我求着你，求爱、求婚、求谅解、求空间、求信任、求不发火、求不折腾、求不唠叨，啥我都求着你，可我求来什么了？我没求着你求我，可我想求着你求我。我纳了闷儿，到底为什么呀？这是。这问题讨论了多少次了？有结果吗？没结果也要讨论，答案不重要，关键是咱俩还有这份心情，有这份感情去讨论。我累了。每到这个时候就说累了，就说烦了，你真正面对过吗？我请问。韩心，有句话我从来没有问过你，你真的喜欢我吗？真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不开心就给我打电话。谢谢。
很幸运认识你。干嘛？听闲板腔去。不去。咱们在哪儿确定的恋爱关系，去哪儿结束是预定程序。形式主义。我着急和你离婚，别浪费时间。等我两分钟。袁家村这条街现在叫爱情街。想当初咱俩来的时候还没这么漂亮呢，变化可真大了。变的不是风景，是人心。咱能不能消停会儿啊？玩生辰能解决问题啊？有什么问题？不就离婚吗？你性格一点都没变。记得咱俩谈恋爱那会儿，就因为我跟女生看场电影就跟我大吵一架。为什么跟她看电影？我同意了吗？给我点自由行不行？要自由还是要爱情？都要。不行，跟别的女生看电影就是不行，一起吃饭也不行，一起逛街也不行，一起学习也不行。你是我的私人物品，你身上有我的章。那是牙印，不是章。你不能逮个东西咬一口就说那是你的吧？有本事你去咬银行大门去，银行也是你的了。那就是我的章，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何琪，我一点也不喜欢你，希望你别和我在一起。我当初说的是我喜欢你。不用解释，我理解。既然要离婚，就得和以前反着来。咱们的那些感情和回忆都一人一半。你当时没答应我，现在呢？现在，我没意见。只要离婚就行。离婚，离婚这两字都快成你口头禅了吧？打结婚起，你一吵架就提离婚，一吵架就提离婚，婚姻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啊？我看你结婚像炒股，涨了就买，跌了就抛，心情不好就玩清仓。没结婚前就和朴真会玩暧昧，你也好意思说我？我告诉你何琪，你别拿这事刺激我。你不是一直问我喜不喜欢他吗？我今儿就明确告诉你，喜欢甚至多于喜欢你。他比我好是吗？是比你好。自从咱俩结婚之后，你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善解人意、温柔漂亮的何琪了。而且我现在就给朴真惠打电话。哎，我告诉他，咱俩离婚之后，我立马跟他确定关系。打吧。打呀！喂，甄慧。怎么了？有事儿跟你说。你想不想和我结婚？是这么回事啊？我呢，现在跟何琪闹离婚呢。我准备和她离完婚之后就和你在一起。你。喝多了吗？没有，滴酒未沾，就是想你了。我觉得你有点不得劲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答应我了，要不要听？你就这么急？我急吗？咱俩不是急和慢的问题，是脑电波不在同一频率上。
我都不知道你这大脑是从哪家电脑城配的，它跟人就不一样。去哪儿？站住，话还没说完呢。别在这儿折磨人，要离婚就光明正大去民政局。你没安好心，就是想刺激我。我没工夫，没时间，没义务陪你玩。结婚后，你什么时候试着好好陪我说话聊天？什么时候试着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一次都没有，每次都是这样，说了说着就急眼。好，这次让你说个够，说吧。哑巴了？没话说就走，有话说。结婚后，你每天嫌我不赚钱，说我是个经济适用男，没出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每天除了房子、车子、票子、家具，你想过我吗？我才是你老公，才是陪你过一辈子的人。我说错了吗？你不努力、不奋斗、不思进取、不考虑家庭，还自恋的跟个……跟个什么？跟个臭狗屎似的！我自恋也是你逼的，你知道吗？韩心，说话要讲良心，我逼你什么了？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欣赏过我。无论我对你多好，你总是在我身上挑刺儿。我是你老公，不是你儿子，别动不动望子成龙。我被你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了，我憋得慌，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跟朴振慧玩暧昧，还准备要跟他结婚？他会给自己找借口。对不起，干嘛？上来，当年来看戏，你背我回去的。别闹，你背不动我。背不动也得背。别扯了。上来。背我回去。又背啊？你啥时候背过我呀？是不是男人啊？你这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女人啊，要权利的时候就说男女平等，要干活的时候就说男强女弱。男人啊，需要女人的时候就甜言蜜语，不需要的时候就颐指气使。哼，一直把我背到宿舍楼，谁让你说女生坏话？太溜了，有强势的，谁撞你身上都得一头包。别说话，喘不开。费那劲呢，要不下来吧？不，欠你的都得还清。大白天的，人家都看着呢。怕丢人啊？当牛做马了都。当牛做马也不够，你还得当我的取款机、办卡、保镖、心理医生、电影讲解员、考试测评器。干脆签个卖身契得了呗。这主意好。哎，我答应你的请求，回去就签。呸！我这嘴欠的，非得往枪口上撞。咱俩签了得有十几个协议了吧？不抽烟协议，不分手协议，不在马路上偷看其他女生协议等等。我们也幸福。什么？怎么了？扭着乱？没事儿，就腿软了。我看看。
有没有在我韩信的住宅这儿？我给您查一下吧。在203。啊，一个人吗？嗯，对。谢谢。舒服吗？还行。算不算将功赎罪？不算，你犯了滔天大罪，拍拍马屁就抵消了。老飞就这么好糊弄？不好糊弄，不好糊弄。去开门啊！得嘞，老飞。韩星，你没事吧？干嘛呢？啊，俩人见面还对暗号，天王盖地虎啊！对不起，久久闷了。别装了，又不是不认识，进来说会话吧。进来呀。你没有好的？不是，何琪，你听我说，千万别误会。没误会，我亲眼所见。我前天带两个韩国口来考察的，今天晚上接到韩信的电话，打了一半就断了，再接我就打不通，我以为他被带坏了呢，赶紧过来找他。没错，我就是那个坏人，还是听我解释吧。今晚韩信说要跟我离婚，问你答不答应嫁给他，你就赶过来表白，这急急慌慌的，怕错过机会。何琪，咱能不能别无理取闹？我没无理取闹，以前还半信半疑的事儿，现在终于确定了。你就跟着双方杀破吧你啊！人家都到你面前了，你也不求婚，也不拥抱接吻，改明咱仨一块儿去民政局，离婚结婚一起办。我终于明白你俩为啥离婚了。对不起啊。就算真要离婚，咱平平静静的不行吗？非得把对方心里的肉都撕下来，撒着胡椒面蘸着辣椒水一块吃，非得让对方心疼一辈子，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在这吃饭吗？忘了。那时我们来这玩，下雨了，在这待了一天，你有点感冒，我抱着你哄你睡觉，一动不敢动，生怕把你吵醒了。回去以后胳膊疼了好几天。那时候真好，单纯，信任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交给他。那还可以和以前一样。可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离婚啊？只是因为他？我缺乏安全感，还有结婚以后。老板，来一壶满地的好茶。那郑慧，你也来吃饭？嗯，陪客人。啊，真巧啊！是有点巧。
们什么意思啊？合着伙刺激我是吧？这不是碰上了吗？有那么巧的事吗？你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不陪你们玩了，我要回家。旅行离婚还没结束呢。两个人的旅行变成三个人的剧情，你觉得有意思吗？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陪我走完旅行离婚的路。我求你了，我就是想找找我们的爱情。我不想离了婚之后连回忆都失去了。这次我真的同意离婚，行吗？灯花儿，灯花儿，灯花儿。我出发了。我腿疼，你自己去吧。顺便帮我买个蛋糕。刚恋爱那年，你过生日，我可是帮你买过啊。其实，我还是想说，过去的情分是分不开的。不是说几句话，买个东西就能还回来的。你曾经背过我，我可以背还给你。可是我曾经给你织过的毛衣和手套，你怎么还给我？我们经历的那些是是非非，那些好好坏坏，怎么才能还给彼此？韩心，徐老师，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办点事儿。哎呀，自从你们毕业以后啊，真是很难见面了啊。您呢，还是这么英明帅气。哎，我当了这么多年辅导员，带了那么多学生，就属你马屁拍的响。要不他们怎么叫我马屁王子？徐老师啊，请您喝杯咖啡。爷，那难得一见，走走走走走。听说你和何琪结婚了，真不容易啊。说你们是爱情长跑都不为过，长跑都不能说明问题了，简直是爱情长征。前有父母堵截，后有情敌追兵，手里没钱弹尽粮绝，动不动闹分手，好在都熬过来了，当然也没少给您添麻烦。是很麻烦啊。大四那年，你和张林在宿舍走廊里面撒尿，让文明办的逮个正着，有这事儿吧？怎么样，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吧？实话跟您说吧，我们俩就要离婚了。离婚？这次来学校和严家村，就是想搞个离婚仪式，从哪开始就从哪结束。为什么？要说具体原因还真不知道。我们俩的婚姻就像个豆腐渣工程，看似漂亮却漏洞百出，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弄得人心烦意乱。韩信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别急着离。我也不想离，是何琪提出来的。这不应该啊。何琪对你的感情那么深，他为了你能吃那么多的苦。这我知道，当年他爸妈嫌弃我是农村人，死活不同意我们俩结婚，他在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我不是说这些，大三那年你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是何琪帮你交的吧？是，他当时管他爸妈多要了几千块钱。不是问家里要的，他骗了你，他怕伤了你的自尊心。那是他暑假期间勤工俭学挣的钱，他整整一个假期没有回家，在严家村农家乐当服务员，很辛苦。我来吃饭的时候见到他，我问他，他说怕你家穷，
交不起学费，你在外面打工挣钱又不够，他就瞒着你偷偷的在这工作，他是想挣些钱帮助你。这件事儿他可不让我告诉你。韩心啊，不是我说你们俩，怎么一个个把婚姻当儿戏啊？就说你们那届同学，刚结婚一年半载就闹离婚的多了去了。张玲和蔡娟，离婚前还专门来看我，让我给臭骂了一顿。我今天也不想骂你了，你回去以后好好的想一想，两个人能走到一起那不容易，别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好的时候谁都拆不散，坏的时候就不管不顾。谁啊？我。韩心，蛋糕呢？就别说蛋糕了，有件事我要问你。大三那年，你是不是打了一暑期的工，就为了替我交学费？是有那么回事儿，怎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没告诉你吗？我都忘了。老婆，你已经很久都没有叫我老婆了。你曾对我那么好，我那时候对你好，你对我更好。只是咱们都把对方的好忘了，只记得对方的坏。我不想离婚。还是离吧，在你眼里，他要比我好很多。我不喜欢他，以前喜欢，往后不喜欢了。你也太没立场了吧！我的立场就是不能跟你离婚。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咱俩的回忆，我走到哪都能想到你，就像一张张底片，在我的脑子里永远挥之不去。婚姻只能凭记忆去维持吗？何其，咱能不能别较真儿？去学校走走。不去。哎呀，你干嘛呀？不去。哎呀。以前就这么背着你跑，现在跑不动了。我长胖了。你怎么又重了？不见你长智商，光见你长脂肪，这不科学吧？你说谁又重了？得，又说错话了。信不信我勒断你的脖子？典型的爱情恐怖主义。知道就好，以后只许夸我又瘦了，又漂亮了，又聪明了。懂了吗？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您老总是教我撒谎，高抬贵手，我喘不开气儿了，啊！哎，
坐下吧，给你看样东西。你爱我不？看情况。就知道你会变心，对你一点信心都没了。你可以对我没信心，但你对自己有信心。我就是一爱情无保护，跟我恋爱纯粹就是扶贫，你还怕我跑路？我就是想亲口听你说一声你爱我。再不说我走了。记得有一年咱俩来袁家村玩吗？钱花光了，最后的钱只能买一碗羊肉捞面，面吃完了，里边的肉一片也没少，咱俩谁也舍不得吃，想让给对方吃。吃完面你就哭了，说非要嫁给我，我要是不娶你，你就死给我看。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什么都能答应你，就是不能离婚。婚后你变得太快，你还记得有多少次夜不归宿吗？你跟红颜知己聊天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别让咱家的生活水平比别人差很多就行，这点你都没法做到吗？我可以做到，只需要你给我点时间就行。我真的很累了。为什么呀？因为在你的眼里我不如别的女人好，这点我能看得出来。我承认我的脾气有些急，你了解我。可为什么偏婚后才有了出轨的苗头？我天天担惊受怕，怕你跟别的女人好，怕你嫌弃我。我就是想为自己活一次。我没想过要出轨。别骗我，如果你们真的那么单纯，他不至于那么关心你，因为一个电话就一路赶到袁家村。咱们一直在分析婚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一直把责任推给对方，这样是不会有结果的。你要是真想挽回，就对我说点真话吧。我承认，婚后对朴正会有点东西，有这句话就够了。何琪，你这是诱供是欺骗，我还真以为坦白从宽呢，在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宽恕这两字，上面写满了小心眼和不原谅。都是因为我。是，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其实跟你没关系，是他更年期太提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真的太在意你了，其实他也不想你，只不过……行了，我知道。
这一杯，庆祝咱俩离婚。爽快。有什么要求说吧。先不说这些。这一杯，祝你早日再婚，爱情美满，儿孙满堂。你醉了？没醉。现在说说咱俩离婚的事儿吧。在我看来，离婚可以分为很多种，有冲动性离婚、外遇性离婚、暴力性离婚、父母捣乱性离婚、不孕性离婚、夫妻不和性离婚、嫌贫爱富型离婚等等，请问咱俩属于哪种？咱们属于外遇型离婚。请问谁外遇了？又到了这个问题，你烦不烦？用你的话说，说者不累，听者崩溃。不怕女人难缠，就怕男人嘴碎。你可以打我骂我，但你不能冤枉我。啊，冤枉你？有两次你喝醉了酒，在家念叨朴真惠的名字，还有，偶尔你半夜起床偷偷跑到卫生间给她打电话。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想过有一天离开我和他在一起？又想又恭，告诉你何其我不上当。话说这份上了，我承认我有错在先，有过精神上的走神。您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不是你约我出来什么目的？不是讨论离婚协议的吗？怎么又把我给绕进去了？嗯。你先想想，毕业那年，咱们曾经在这间酒吧发生过什么事儿？毕业那年的3月25日，想起来了吗？我当时跑到台上给你唱歌，发动所有的人祝你生日快乐，你跟个疯子一样，在那又哭又跳。可爱极了。说这些有意义吗？我已经不想陪你找记忆了。蔡娟说的对，我们都忙着赶路，有些东西早就丢掉了。再说，时过境迁，那些成了古董和文物的记忆，除了让人难受，还有什么意义？大家好，我叫韩鑫。袁家村的这条爱情街见证了我和我妻子的初恋。今天我和我妻子故地重游，想找回属于我们的那份记忆，找回那份温暖和感动。可在这个善变的时代里，连回忆好像都变得不靠谱了，碎成了一片一片，拼接不出完整的过去。往事是一场宿醉，让人兴奋又眩晕，醒来却要承担欢乐后的阵痛和迷茫。黄昏的太阳有些寂寞，麻雀在天空里忘情欢歌，总有些过去不能够忘记，那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我们曾一起读过的书，我们曾牵手校园走过，你说那是你最美的时刻，我说我希望时间能定格。最美的记忆总是在最深的伤口藏着，曾
静的你，是一首让我流泪的老歌。我们的青春在黄昏里轻轻飘散，所有的过去成为博客里一张孤单的照片。你是否记得周末黄昏里拥挤的电影院？你是否记得我拥抱你是丝丝温暖？我们曾一起读过的书，我们曾牵手校园走过，你说那是你最美的时刻，我说我希望时间能定格。最美的记忆总是在最深的伤口藏着，曾经的你是一首让我流泪的老歌。我们的青春在黄昏里轻轻飘散，所有的过去成为博客里一张孤单的照片。你是否记得周末黄昏里拥挤的电影院？你是否记得我拥抱你是丝丝温暖？你也没说有语气啊。咱俩玩个游戏吧。嗯。以前呢，咱俩都互相挑对方的不是。现在呢，咱俩互相都说对方的好，行吧？表扬，但不自我表扬。我先说，我老婆温柔贤淑，忠肝义胆，精忠报国，大义灭亲，堪称民族之魂，国家之幸，人类的救星。行了行了，就知道你会乱说，我成奥特曼了。那你也夸夸我呗。嗯，那我也夸夸你吧。嗯，我老公身残志坚，老而弥坚，老骥伏枥，老当益壮，德高望重。臭丫头，你嫌我老是吗？嗯，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嫌我老了？哎呀，行了行了，不，别闹了，咱们重新开始吧。行，那你先说。
其实你一直很宠我，把我宠出一身的坏毛病，因为你太好了，所以我对你的期望值偏高，以后我尽量改。丫头，你知道吗？你能嫁给我，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每次你发脾气跟我说离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真的很怕失去你。我是农村人，家里穷，人也说不上哪里好。可是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的。接电话呀！不接了，太晚了。接。喂。韩星，是我。你在干嘛？啊。准备睡了，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先挂了。别急，我有话想说。你和何姐不能。你还是不想跟他断绝关系是吗？没有，就是有些话一时半会儿说不出口。给你了机会，看来你不需要。刚才还好好的，又翻脸，你怎么翻脸比点钱还快啊？我发誓和他不会有感情问题，只是朋友。你相信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我不信。哎，谢谢。先生，客人一大早就退房了。退房了？闪下我就走，就因为一个电话。到这个地步，不离也得离。我劝你再考虑考虑啊。我考虑了呀，可他油盐不进，脑子进汽水了呀。从思想到行为，脑子就不正常。说实话，兄弟，我跟朴真慧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信啊，可我信没用啊，你得让何琪相信呢。信任这事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建立起来的。可就因为这点小事就离婚，太可惜了，是不？不是这一点事儿，还是感情的问题。不对呀，你丫不是一直主张离婚的吗？高呼离婚万岁的野马，现在开始羡慕起围着婚姻打转的驴子了。我知道你要早晚会变节，没想到变节的这么快。哎呀，人生的苦恼啊，大多来源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有就是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很有哲理的废话。你还别跟我较劲，今儿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机关算尽啊，可我唯一没想到的。蔡娟儿跟人好了。我去，这么快？离婚第一天，她在家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有个男人去敲她的门，她没开，继续哭，我很欣慰。第三天，她居然跟那个男人出去吃饭了。第四天，那个男人在她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你跟踪的？还没，我住她对面，租的房子。你呀，想离婚还怕人跑喽？嗯，你这不找抽呢吗？我有点贱是吧？不是有点，是很贱。哎呀，离婚以后啊，我终于得到自由了，
不用每天听蔡娟那么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可是我这心里都空荡荡的，那滋味真没法形容。嗯，寂寞啊，对，是寂寞。哎，我跟蔡娟啊，过日子过成习惯了。后悔了？说实话，有点。闪离这事儿不靠谱，你呀就玩心太重，想玩时髦，结果被时髦给玩了。你得趁早。蔡娟现在正伤心难过寂寞，容易被人趁虚而入，你得赶前头，出了事儿，哭都来不及。不是，你的意思是，让我求她复婚？面儿，你呀就是好面儿，可好面得分时候，请客吃饭的时候好面些，跟人抢老婆的时候还好面，你呀不找死呢吗？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求过蔡娟，除非蔡娟跪下来求我，要不然复婚门儿都没有。娟儿，对不起，我错了，咱复婚行吗？我光想着自己玩，没考虑你的感受。我今后一定改，你就别生气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把你从体育系的大猩猩手里抢过来。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跟你离婚，简直比大猩猩还不是人。娟儿，你说句话呀，娟儿，你跟我说句话呗。发什么疯？你不答应我是吧？你一直说我不给你自由，限制你太多。现在好了，给你自由了，你又跑回来复婚，你把这个家当旅馆呢？你是不是跟那男人好了？男人？就那天来看的那个。胡说八道什么？都领回家了。那是我同事啊，我们加班赶一个项目。那赶项目往家里赶呢？无理取闹是吧？不是。不对啊，你现在凭什么管我？凭什么限制我人身自由？我现在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想跟谁一块就跟谁一块。你没有权利，没有义务，没有理由过问。我就问。拿你的话说，自由的雄鹰不会贪恋渺小的鸡窝，就像贪恋花粉的蜜蜂不会羡慕屎壳郎的点心。离我远点，给我自由。就不。滚，滚出我家！这是我家，你走不走？你不走就要人了。你行，我滚行吗？不过我告诉你，我时刻监督你，最好不要让任何男人进这个家门。否则呢？否则我把他从窗户上扔出去。德行！哎，娟儿，我爱你。别忘了我爱你。谁王八蛋？这话你说的？我说的。再说一遍。我要和你离婚。
自打和你结婚起，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你竟然这么说，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好，我同意你的提议，咱俩离婚。怎么成我的提议了？不是一直你想离婚吗？他妈冤死了。谁不离谁王八蛋，这话你说的？我说的。再说一遍。我要和你离婚，自打和你结婚起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怕你不认账。我是真小瞧你嘞。哎，我说你是那 FBI 派来咱家卧底的吧？成天处心积虑想着颠覆咱家政权呢。哎，你干什么呀？我还没吃饭呢，我。我知道你今天肯定回家，做好饭菜等你。没想到你一进门就对我大呼小叫的，这饭菜你别吃了。哎，你我什么？你厉害。昨晚喝多了，打扰了你，别介意啊。我知道。其实我没想去求你。无所谓。别跟韩心和何琪说啊。闲的。你真的不考虑咱俩复婚了？没必要。心够狠的呀，没看出来。你更狠。你跟我这玩三字经呢，仨字仨字蹦着说，累得慌。我靠！别骂人。就想骂。没素质。我靠！还仨字儿。服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啥军国大事啊，非得在这儿接头？我和何琪要离婚，你们也知道。今天特地请二位来给做个见证。离婚还用见证？他表达能力有问题，没说清楚。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搞旅行离婚吗？还差最后一步，想搞个正式点的离婚仪式。当初是你俩帮我们主持的订婚仪式，想着再让你俩帮我主持个离婚仪式。很难接受吗？谁想出来的？你们过家家呢？那还能是谁的主意？何琪，你们想怎么办这个离婚仪式？人不用太多，叫几个大学同学，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离婚了，跟着乐呵乐呵。现场要放哀乐，江河水和二泉映月都行，最好是让所有人跟着掉眼泪。我们必须要说清楚为什么离，离了之后就各奔东西。还有，最好组织成葬礼的模式，埋葬我们的爱情。晦气，喜庆一点。这事儿还能喜庆？我就是要高兴。不行。我觉得难受，难受是你自个儿的事儿，别影响大家情绪。还办不办了？不办，咱这就去民政局。谁不去谁孙子。怎么又吵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离婚的真正原因。别颠倒黑白了，我们离婚是因为你跟朴真惠说不清楚。朴真惠只是诱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咱俩谁也不让着谁，一句话能吵好半天。你们还没商量好，要不以后再说吧。说实话，我打心眼里可不希望你们离婚。不，必须离。对，必须离。到底要什么主持风格？这样吧，我和何琪的意见你们综合一下，背景音乐、现场布置听他的，主持词儿。
其实我一直在反思我们的爱情，我们都活得太自我，不愿为对方妥协，不愿为生活妥协，仅仅守着这份自我过日子。我们都太年轻，不懂得生活，这就是我们离婚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或许今天这个日子，我不该表达我的后悔，但是我还是想跟何琪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如果这次真的离婚，我也希望你能等我，等我足够成熟，等我理解了你，理解了生活，理解了爱情，我们还要在一起，因为我对你的爱没有死，只会永生。请大家安静，下面请何琪致辞。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整个离婚的过程都不是我想的。我知道爱情并没有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大家好，我叫朴正慧，一个喜欢中国的韩国人，是韩信的好朋友。他谈吐幽默，见识广泛，一切都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有些恍惚，以为自己爱上了他。可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最终我发现我和他只能成为朋友，他所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何琪。希望这次离婚仪式，这是他们俩爱情的开始。我不会再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正慧，这事和你没关系。我知道。正慧，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如果我还有选择的话，我会坚定地站在何琪这边。祝你们幸福。没想到离婚仪式上还有这种小插曲啊！下面我宣布，韩馨和何琪的离婚仪式结束，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慢，我还有事情要宣布。我要向蔡娟求婚。如果有一个女人需要我陪她一辈子，那就只能是你。我一直看不起平淡的生活，但我突然发现，我空有一个浪子的心，却脱不开你手中的线。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们重归于好。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势也。谢谢赏脸啊，谢谢赏脸。
难道我们都错了？都错了？这何琪爱的是蔡娟，蔡娟爱的是何琪。闭上你的鸟嘴！哎，要不怎么一起跑？私奔，这典型的私奔呢！闭嘴！哎，找遍全城了无踪影，我想报警。报什么警？俩大活人，估计就是出去躲咱俩。哎，这肯定是蔡娟的主意，我把他缠得够呛。不对啊，前两天还在我这牛哄哄的，说蔡娟跪下来求你才复婚。那男的攻势太猛啊。我要不加把劲，蔡娟说不准就沦陷成了敌占区。战争就这么残酷。甭废话，啥也别说了，看他俩啥时候回来自首吧。哎，我想再去学校走走，何其上次走得匆忙，还有好多地方来不及回忆呢。我开车带你去吧，老婆都跑了，只有咱们俩相依为命了。谁跟你相依为命？你跟我呀。别犯愁了，估计啊这俩人去旅游去了。以前就这样，蔡娟跟我一吵架就去旅游去，要不然就去商场报信用卡刷爆了。何其也这德行。哎，女人啊。这个女生宿舍楼可是我们爱情的孵化中心，该过去看看。我上次来就看过了。啊？蔡娟想让我来，我都没来。下来吧，等你半天了，快跑啊！跑什么呀？菜！哎呦我去！你怎么不早说？说让你快跑了！这儿不错吧？啊！你看，怎么了？娟儿，你俩咋私奔到这儿来了呢？你怎么这么臭？啊！哦，刚才有个女生赠了我一盆洗脚水。就知道你会来学校。你知道？上次走得太匆忙，还有个地方没去，你放不下。你也知道我恋旧。娟儿。今天晚上有校园歌曲比赛，我和何琪找徐老师呢，给你们报了名。嗯，听说还有唱片公司过来选歌手呢。乐队的名字还是你们以前的，冷脸热屁股。娟儿，你原谅我了吧？咱俩没关系，别用你的热屁股蹭我的冷脸。
这不就是我们乐队风格吗？这女人小心眼病一爆发，真跟世界末日一样。韩信，诚不我欺。又说我小心眼了？没有，哪敢。说说，留点留点面子，说留点面子。你这暴力倾向也就我能受得了，你信吗？就这儿了。一点都没变。这是圣地。没错，我们在这牵的手，你就成了我女朋友。履行离婚的时候，我一直不敢过来看。想知道为什么我纠结朴真惠的事儿吗？为什么呀？我不是一定要让你们断绝关系，只是想让你表个态，让我相信你爱我胜过爱任何人。你一直不让我提朴真惠的事儿，我就觉得你没有那么爱我了。离婚仪式的时候，你说了选我不选他那句话，我心里就已经原谅你了。我要的很简单，就是一个安心。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以前都是我错了。可以原谅你，不过要立家规，咱们家妻为夫纲，一切行动听我指挥，我说一你不能说二，我指东你不能打西。你要按时回家，坚决杜绝和其他女性发生逛街、吃饭、牵手的犯罪行为，要有政治高度敏感性，一旦思想上有不安宁的迹象，要及时的向我汇报。我呢，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你的思想偏差进行纠正。你可以辞职，跟着乐队去唱歌吧。不过要经得起诱惑。一天出门在外，心里要时刻想着我。一天给我打五个电话，早请示，晚汇报，中午点名，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是。口说无凭。这样，我把条文条例呢落成文字，你签订一个承诺保证书，一旦签订，立即生效，坚决执行。你在咱们家的任务就是服从，绝对服从，坚决服从，听到没有？是。态度不错。嘿，试用期三个月吧。啊。奸啊！不奸了。心里有鬼啊？没有，怕你不高兴。朴真惠的奸吧？不好吧？他是你朋友，也就是我朋友了。喂，真惠，
哎，我们到学校来了，就是找找回忆。那什么，谢谢你了。啊，何琪啊，啊，何琪没事，他没那么小心眼，放心吧。郑慧，周末来我家做客吧，我给你做咸阳小吃。啊，真的很羡慕你，韩信，他很爱你。나오늘사직했어이따가한국으로돌아가우리다시만나기힘들거야두사람행복하길바래꼭姐一定再来中国呀有些寂寞，麻雀在天空里忘情欢歌，总有些过去不能够忘记，那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最美的记忆总是在最深的伤口藏着，曾经的你是一首让我流泪的老歌，我们的青春在黄昏里轻轻飘散，所有的过去成为薄壳里一张孤单的照片。你是否记得周末黄昏里拥挤的电影院？是否记得我拥抱你是丝丝温暖？我们曾一起读过的书，我们曾牵手校园走过，你说那时你最美的时刻，我说我希望时间能定格。最美的记忆总是在最深的伤口藏着，曾经的你是一首让我流泪的老歌，我们的青春在黄昏里轻轻飘散，所有的过去成为薄壳里一张孤单的照片。你是否记得周末黄昏里拥挤的电影院？你是否记得我拥抱你是丝丝温暖？